先生，冯静小姐，你们是否自愿来这里结为夫妻？是啊，是。在你们还没有举行正式婚礼之前，结为夫妻之前，我有责任提醒你们，按照我国的法律，结婚是一男一女自愿结为终身伴侣，而不涉及其他人士。你们都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。贺平先生，你是否接受冯静为妻，并在合法婚姻地位上生活在一起？在你们两人在世之年，你是否一直爱他、安慰他、尊敬他、赡养他，并凭借所有其他的人永远对他忠实？是的。冯静小姐，你是否接受贺平为夫，并在合法婚姻地位上生活在一起？在你们两人在世之年，是否一直爱他、安慰他、尊敬他，并凭借所有其他的人永远对他忠实？三生有幸遇见你哦，但你非常荣幸，这辈子我会对你非常的难忘，给你最大的幸福，谢谢你。老公，上天安排让我们相遇，接下来的日子不管遇到任何事情，我们一起走过，共同面对，希望我们可以执子之手，白头偕老。冯静小姐，既然你们已经在我面前表示愿意在一起过婚姻的生活，而且互相庄严发誓这么做，我现在正式宣布你们为正式夫妻，夫妻了，恭喜你们。